刚刚听到心跳声的，因为我们以为今天只是来小小的检查确认而已，结果医生说，哎，有心跳嘞，你们可以听一下。整个鸡皮疙瘩，吓到哎，眼眶泛红。啊？啊？谢谢谢。是你吗？救救救吗？为什么是救救救吗？啊，救救好。来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哎哎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恭喜你们要当阿公阿嬷了。妈妈哭了，快点，快点帮阿公擦眼泪。不要，啊，都抱一个，都抱一个，不可以抱，我不想被踢嘞。可以吧？来发礼物，发礼物，来小熊饼干，三三，我没有订啊。哎、欸，我们买小熊饼干送一个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在我的口袋。我们是易受孕体质。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都这样哎、欸，都这样先补，然后先上车再补票哎、欸。我跟你们讲，我还是很传统的女性，我是还没有怀孕的哦、喔。我真的来，你补不了票。来，你们两个一起揍他的肚子。看起来有，但没有。有人说，哎、欸，那个 Avril 秋里面肚子看起来有。因为我从小肚子就很大。知名 YouTuber 金氏一家近日在频道公开成员小星星怀孕的消息，消息一公开涌入许多网友祝贺，而他们也拍下亲朋好友得知喜讯的反应，大家又哭又笑的让观众直呼好感动。恭喜！哇，不是被整吧？哎、欸，这个跟我俩那个健康健康，我就知道他们两个。两个人脸上发抖，脸卫生纸。哎、啊，你不要假装看到的哦。不是，是真我吗？是真的。哦。第二个环节就是我们每个亲友都有小惊喜。那我又怀孕了吧？哎、欸，哈哈哈哈哈！啊！真的吗？啊！真的吗？这感觉像假的哎。假的吧？这个只是我去照那个我的子宫没问题的。超音波，医生，医生看不出来吗？六周了，是真的。来，蔡医生怎么样？他判断六周。对，医生没有回答，你要哭了吗？有点哎，我们到现在拍到的每一个，没有一个感想时间，然后这个人妻请就位，会不会太逼我们的朋友们？不会，没有，一定要讲感想的吧？姐妹代表。然后给通告费，都给通告费。通告费。抱一个，抱一个。都知道了，你现在是效果最好的，就是前面有尖叫声，好喜欢哦，成功！自感事前，我姐有带小礼物要来给你，就是荨麻疹。刚才阿栋很 man 的，就是帮我买了一个吃的，一个擦的荨麻疹。但是因为我刚才一直坚持不想吃药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要吃药？你不知道？
难怪是我的，所以姐夫才是你，所以你们才跑来香港找我。是我的吗？是我的吗？小秋，所以你才是我真正的姐夫。假的，这个就是你们的小礼物、啊。对，真的，你有吓到吗？有，有吓到。我们现在全家要出动，像我们三组人马。对，给惊喜，给惊喜。穿衣服？要穿衣服吗？哦，没穿裤子，爸爸，等一下，你先穿一下。可以的，发礼物，发礼物，来发礼物，发礼物，来小熊饼干。我们买多少？那我们会比红牛再更贵一点。我们买一百，那我们会买180。黄牛小熊饼干，它是真的哦。就像福利轩我们在嘉义买一样。我没有。六盒，但我们赚8、6、44。我没有，480×4。我们买小熊饼干送一个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在我的口袋。你干嘛？你气什么？你气什么？你气什么？你怎么比我快？对，你怎么比我快？我真的很生气。你们家人是吃什么长大的啊？我们是易受孕体质。什么意思？而且你们刚没有尖叫，你们全部都……他们刚才是7月9号还是9月7号？9月7号。所以很久嘞。9月，对啊，哎，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都这样哎，都这样先补，然后先上车再补票哎。我跟你们讲，我还是很传统的女性，我是还没有怀孕的哦。我真的来，你补不了票。来，你们两个一起揍他的肚子。看起来有，但没有。有人说，哎，那个 Ariel 球里面肚子看起来有了。因为我从小肚子就很大。你们知道这个小熊饼干得来什么吗？香港很红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今天没有开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很衰，所以我就是在隔壁的黄牛跟阿姨买的，所以一盒多了300块台币。来，送礼时间，来，一人一盒。谢谢，好感动哎。然后阿姨还有送一个小礼物在这里，什么意思？我就觉得有问题啊。你呢？是谁？他现在是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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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可能是你们？真的假的？还有两个人选，要么是他，怎么可能是恩啊？是你啊？是我。哇！我头皮发麻哎！你说我是荨麻疹就要发作了？加油！哎，你们两个加油哦！然后他是停住了五秒。我们跟卡卡加入临时用不同方式看新闻，谢谢你看超人气 VTuber 爆新闻，直播线上即时互动，轻松有趣多元内容。3月16号起，每周六晚间9点，子午计划 VTubers 在三立新闻网。